咱们去拯救地球的。太难了，太难了。挺好，挺好。哎，这个什么时候能开机、啊？哎，这一时半会儿不能动，十五分钟，十五分钟，每只眼十五分钟，这样你一共是三十分钟。如果说放那么，你不好好接的话呢，就得是一个小时。对对对，着了叫，我想的。想问一下王浩，哎，我看你手法特别的好，你平时除了化妆、卸妆、卸妆、化妆之外，还喜欢做什么？没有，其实那些就是应该说是每一个艺人都需要做的，然后只不过是我平时稍微注意一些。我是队里的主唱，然后擅长的舞蹈风格是 popping， 对， popping， 对，我的舞蹈风格， popping， 对对对，没错。这个刚才说的很专业，人家说 popping， 你们知道什么叫 popping 吗？不知道。来，上课的机会又来了，我们请王浩给我们展示一下好吗？哎、好，谢谢老师。多跳会，很精彩，谢谢老师，非常的精彩啊！你们谁能像人跳成这样？我们只有孙老师可以。我什么都没看见。但是现在他不方便，他现在不方便啊。我三十分钟之后吧，好吗？好。嗯，还有问题要问问小新，这个平时喜欢干嘛呀？平时喜欢听音乐啊、购物啊什么的。好买东西啊？好。小男孩喜欢买东西不多。就买衣服，对，买衣服是吗？对，会砍价吗？我一般是这样的，就看到如果这个卖东西的这个女同志比较好看的，长得好看就不砍，长得不好看的就砍一砍。对，要碰到孙老师这样的呢，加倍给钱，那你要吗？